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今天的十大九件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九妹。那在开场之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为什么今天礼拜一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十大九件事》。大家要知道，就是我的那个节目《九妹九件事》在最一开始之前，它的形式呢，其实就是在我们 Star Show 的这一个摄影棚里面去做实体的访谈。那后来因为一些这个因素的关系呢，后来搬到我家里做线上的访谈。但是呢，因为我跟 Star Show 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聊了一下，说其实我一直很想做实体的访谈，所以请他们出借棚给我们，然后他们也赞助我们一些这个包括器材啊一些经费，让我呢每个月可以来做一次的实体访谈，然后在 Star Show 这个频道，而且我们每个月的特别的版本的九件事当中呢，会邀请到非常不一样的来宾。那首先的来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的 Mita， 掌声欢迎 Mita， 你好。对对对，这边一定要这一集应该是这一集吧？啊，对对对，这一集。他们说你的麦，我的麦怎样？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点小啊，有声音。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不知道在现场的这一个观众有没有看过一些实况组女实况组的本人。那我觉得我还敢很负责任的这样讲 ，Mita 算是我看过的女实况组里面少数哦，非常少数本人比较正的。谢谢，这算称赞吗？是实话吗？是实话，真的是实话。因为你知道很多实况组，很多女实况组会那边调角度啊。或是那么狂修图啊，但是 Mita 本人就是皮肤很好，然后真的是蛮漂亮的。那其实之前跟 Mita 有合作过几次，但没有跟他深聊了。刚好趁着这个机会来跟他聊一下。Mita 也算是在从去年年初然后开始经营自推取的实况嘛。对，大概快两年，一月满两年。对 对，一月满两年，所以那你满两年会穿旗袍 breaking 之类的吗？没有 breaking， 不会，应该是想别的。像别的，所以你还，但是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活动，应该会吧？还是会跟你的生日一起啊？不会，因为生日在五月哦，所以是刚好，所以大概每半年可以做一个大的，对，大的一个庆祝活动。所以其实 Mita 刚刚提到了 ，Mita 也算是在退学实况经营了快两年，所以其实两年我觉得也算是蛮久的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呢，刚好趁着这个机会来跟 Mita 聊聊，包括他的实况啊，包括他的一些有没有人生当中或者是实况当中发生的一个趣事。那我稍微的有查了一下你的资料，你在实况，因为其实你并不是大学毕业就马上开实况，其实你大学毕业之后中间大概隔了应该是一两年的时间才开始开实况，而且那个时候可能一开始也不是正职，所以你的在实况之前你有没有正职的工作？有。嗯，是什么工作？做专柜。做专柜？嗯。什么的专柜？鞋子。鞋子是？嗯，鞋子跟衣服都有做过。哼，所以是有专柜小姐这么漂亮的吗？专柜小姐都蛮正的嘛。是吗？专柜小姐不是都阿桑吗？哪有？帅哥，帅哥，我要买鞋子，帅哥。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其实都在打电动。上班的时候都在打电动。对。你以为这样讲比较小声，我们就听不懂。哦，都听得到。应该是听得到，大家有听到他说上班的时候的。所以你以前还在专柜小姐，你是在哪一个百货公司站啊？可以讲吗？反正你离职了嘛。大圆白。大圆哦，所以是哪一个？不要讲哪里好了。哦。板桥啦。哦，板。哎，你蛮好套话的嘛。板桥。哦，板桥大圆，那算是蛮新的百货公司，所以你说你那个时候都在偷啊。可是柜姐不是要一直招呼来的客人啊，或是就是要帮他们拿鞋子，有的没的。因为那个柜比较，因为其实板桥大圆板平日都蛮清晰，然后那个柜那个牌子又比较小。哦。然后又有笔电。然后我就上班。可是笔电不是很烂吗？还就是我只能打 ARN。所以你那个时候哦 ARN， 所以不是在那边打到钻石 support 的。不是你在那边玩英雄联盟，我如果今天是个宅宅或怎么样，我走过去我看到哇神经病的。哦，有会就是有客人会从后面经过。对啊，然后他说哎，他是他在打英雄联盟。对啊，会这样。然后你的就你们老板也不会来定你这样子。就我是单人哦，单人柜，所以其实都是单人就蛮。所以其实你应该，那你大概这样子做当柜姐，这样大概做多久啊？两年有吧。这么久？所以其实两年算久，所以其实你蛮习惯去跟大家推销东西的。还可以。还可以。那你有没有遇过这个没在反纲上面？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 ？OK， 就是那种硬要凹你啊，跟你杀价，或是跟你要电话要 line 的。OK， 很多哎。很多。OK， 那个时候你还不是知名的实况组吗？我那时候都不是啊，我是那个工作结束之后才开始。那你那时候，那你有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OK， 是让你现在想到还是很不爽的，还是有点，就是很讨厌的。是，就是会拖到下班时间那种。拖到下班时间，你说晚上八九点去看？就是
是可能九可能十点关门，然后他就会就是试穿一堆，然后还不买，就是已经关门大已经下班了，他还不买那种。哦，这个听起来还好啊。就是比较很多啊，其实很多、啊，节俭，这种记忆力有点。好，没事，你当然多啊。访到一半突然想到，你就跟我讲好不好？就是我们访到别的题目，突然想，哎、欸，我想到 ，OK， 好，你就打断我，好，好跟我讲好不好？所以其实，因为我今天的访谈重点，因为我知道 Mita 算知名的实况，你也上过包括麦卡贝啊，包括匹克直播的一些访谈，所以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我可能就略过不问。我想可能你的一些始终的粉丝都知道，所以我就问一些我没有看到的一些题目。那、这一个，所以你是从小就很喜欢玩游戏？应该是某一任男朋友开始。某一任，就是。假设最近这一任是 X 好了，所以是 A 任男朋友。对，这是26任，你就这样承认，你就这样承认。好，某一任的，所以某一任男朋友带着你玩英雄联盟吗？啊？没有，我意思是说，假设最近的排到 X， 然后那个是 A， 那就排二十几个了。哦，没有了，不是啊，我刚才在算，我要说 B、C 还是什么？对，我还在排。好吧，那不然排个数字给我们。假设初恋是 A 的话，他是。L， 我算一下，好，算一下，大概 C 吧 ，C 吧，哦、那蛮前面的嘛。我以为你会算到什么 Alpha Gamma 去，啊Delta， 波波摩佛，啊哥科赫这样，所以是某一任男朋友带你玩英雄联盟，就是没有没有，英雄联盟是我后面才玩游戏，然后前面是玩最一开始好像是玩 Terra 吧。哦，我那时候我看到你说 Terra 闪Terra 剑灵那种，然后是那种游戏玩到，因为那种游戏其实玩到后面都会越来越少人，然后就不知道玩什么，然后他总是会衰退。对，然后我一开始没有想要玩英雄联盟这游戏，因为我男朋友一直都有在玩，可是我就开始觉得人很丑，然后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就是后来玩到没游戏，然后我才叫他教我去玩，我才真正开始玩。所以你一开始玩的是比较类似剑灵或是 Terra 这种 MMORPG、那你在还没有成名还没有开始实况之前，你玩这些游戏有没有遇过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或认识比较很厉害的朋友？其实我都因为都是跟女生，一定都是跟男生，就男生朋友比较多。是是是，就男线上玩男、啊。是是是，因为其他女生你讨厌你啊，你长这样子。对，真的，我超一定被讨厌。对对对。如果你长得像我这个样子，大家就好喜欢你、啊。对。可是我个性明明就其实还蛮……你觉得你个性是 OK 的？我觉得我个性是像男生那种，可是有时候就是台词会被就女生会捅你刀，对，就是会被讨厌，就讲你坏话。好，所以你说都是男生朋友，那所以有没有认识什么比较有趣的朋友，或者是你以前玩 Terra 玩剑灵出副本啊，然后发生很有趣的事情，有这种案例吗？有点久，有点久，还是英雄联盟，有点久。英雄联盟就是后来有实况的时代了，所以没有对。所以没有比较蛮多的，玩那种游戏都其实交到蛮多好朋友，所以到现在还在联络的。有啊，那他们知道你成为知名的实况哦，有会就有时候会来实况来追个几句，追个几句说Mita 以前不是长这样的，然后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忙了之后比较没时间跟他们一起玩，就会被追，而且只说又在开台这样都不一起玩，对，那。来开始聊一下你开始实况的一个一些历程哦。那其实你刚刚前面提到 ，Mita 跟我们聊到了，其实从去年年初到现在已经快两年的一个实况的期间，那你的实况风格啊，你觉得你有没有受到一些其他的实况主或是艺人的启发？其实还好，我觉得我算蛮就是，因为我都照着自己的个性跟感觉去开，就是没有特别想要去模仿谁。对，因为我记得你比较早期是话比较少的嘛。对对对 对，就不太会讲话，然后就我这人就这样，就漂漂亮亮的，然后就被聊一次骂。对，被聊一次骂啊，所以后来，那不讲个话什么什么什么，对啊，假白女，你是不是什么之类的？是什么北哥啊？是装啊？那样不行啊？是不是 GIF 档？我现在讲的是 GIF 而且我几乎都，而且我就算就是玩游戏死掉或什么之类，我都不会有太大的反应。真的假的？就有些女生可能会尖叫啊，不然就是你也是跟你之前也是你的实况会延迟，就对了。对，他们都会说这人为什么可以这么没有反应？你这样子死掉没有反应，大家不会说你代打吗？还好，还好，就是其实也玩的没有很好，所以不是代打这样子。很心虚，很心虚。好了，所以
所以其实那如果你没有受到其他实况的启发，那我们来聊一下你的一些转变好。所以你说你前期不太讲话，那到了、嗯、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是去年还是今年，去年你的生日你还特地很用心，包括是旗袍是跳舞嘛，然后还有穿旗袍是生日那一次嘛，穿旗袍是过年，穿旗袍是过年嘛、嗯、所以其实你看你到中期后期你会开始安排一些活动，所以是什么样子的启发让你觉得你要去做一些实况当中比较大的一个事件？就是想回馈给观众啊，嗯，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真就是很支持，嗯，回馈给观众，对，然后就是想要准备一些特别的，嗯，那时候跳舞那个其实超累的，跳舞的那个，你跳的那个，导播，我们今天有准备他跳的那个舞吗？没有，好。那就逼你现场来跳一段、没有了OK 哎，真的愿意，因为其实你跳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在 YouTube 打 Mita 跳舞就会出现了嘛。那个是第一次准备的你还有第二次哦？还有，可是第二次就比较智障一点，就比较智障，讲的好像第一次是没有很智障、我第一次没有很智障吧，那个很 sexy， 第一次很 sexy， 第一次很猛而且这是后面的题目问到我待会再跟你聊跳舞，就跳舞真的很猛，我先聊旗袍那一次好不好，刚好是我们那一个下一题第四题，导播帮我们换第四题，就是，你是去年过年还是今年过年穿旗袍？去年过去年嘛，2015年。今年过了吗？哦，今年过年，今年过年，2016年，2016年二月，2016年二月，所以那天是因为要符合一个喜气洋洋过年，对啊，就想要穿一下，而且我其实没想到大家反应会这么大，因为那天我冲到好像快9000人。对，9000人非常多，而且对，是因为你平常不太露奶吗？还是其实有时候穿背心还是多少都有一点小，多少会小勾，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们可以对那件旗袍有那么大的反应，所以你有吓到？我吓到了，因为其实勾其实每很多女生都会都有啊，都有啊，都有啊，所以我不知道是那缝里面这样子也是勾啊。哦，对，那个我真的那时候真的以为是勾，我也以为是勾，太大了，还骗我点进去，结果是手臂。对，所以你 那天你穿旗袍，你只是想说要回馈，你并没有说要冲到一个什么，没有，完全没有想到。像你看，你看那件旗袍，你会觉得很猛啊，很猛吗？为什么？很猛啊，猛的，不叫什么澳门首家线上赌场上线，没有了，就是很猛，就很猛。好，对，就很猛。所以，这件旗袍是你花是在网络上买的吗？对啊，对，所以是很贵的旗袍还是？没有，它只是涨了500-600而已。哦，这么便宜。嗯，那天听说抖内很多。没有，那个是完全就是被黑的。被黑的。那天他们不是说什么几万美吗？我看到是10000美。我觉得下标题的人真的很有事，他可能就为了点阅率，或是为了什么？所以这个有上过一个小的新闻，然后说你抖内破亿。对，就是，然后就会有酸民说什么为了钱就可以怎么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吧吧吧。所以到底是那天只有500。500很多啊，好啊。500是前一天，500是前一天。哦，500前一天，所以没有说什么过年。10000或者1万块。干爹来发红包没有？没有到10000美。没有。500美。因为我的 BOD 都留着，所以你们可以去看。好啦，我刚刚只是故意想呛你，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就是以女实况主来说，那天又冲到8000-9000人。500美真的没不算是很高的数字啦，真的这是真的，因为很多随便抖都几千。对，那你的实况生涯当中，扣掉这次，因为你说那天是 total 500美还是单笔最大500美？哦，单笔最大啦。哦，那 total 应该也是有破千啦，当天应该还是有。我也忘了。你也忘了，好，没关系。那有那除扣掉，假设扣掉，刚学我。扣掉旗袍那件，那有没有什么之前有没有就是抖那一次单笔出还比500美更多的？我真的开那么久，因为很多女生实况都会有超大笔。对啊对啊。那其实我都没有。你都没有。然后只有直到最近才有一次，就是那这个是2000吧？一次2000？那一次。那抖2000给你的那个干爹，你跟他很熟吗？不熟，因为他是最近才出现的。那他有私下要求要跟你见面？没有，完全没有。他就是很，我觉得我的干爹都很正常。没有，我觉得我干爹都很正常。就他们抖内不是为了要见你的面或者怎么样？对，我是不知道其他的怎么样。中国听说我觉得我的都蛮正常的。台湾的好像都还好，台湾顶多就是他们是可能真的喜欢，然后又 有能力，他们就。2000很多超多的，我吓到。那天2000是因为你讲了什么话，还是说没有？因为我拿那个我的Twitch衣服出来卖，不是卖啊，我是说给当天就是抖内最高。你说一件短袖吗？就是
LAN party 送的那件啊，因为那天我有穿。对 对, 對哦，你有穿过，我有穿過原味的啦。然后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说什么，还特意不洗澡这样子。对，就是没有洗。然后我想说，就给当天抖内最高的。然后他们就就是尬广。我觉得还行。两千真的很多，那你有没有很感动？夸张，有，因为。两千可能那有考虑就是之后再批个五百件退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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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盘商一件一百啊来来修修杯啦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其实两千就真的还蛮多的嗯好那这个来问下一题啊、喔、那个跳舞的我们晚一点聊就是你做实况近两年来啊因为其实我跟 Mita 我觉得不算是很熟啊这次节目算是一个第一次机会跟大家深聊所以我并不了解哦、喔、那但就我侧面看我觉得你的人数都也蛮多至少保底也都有个可能一千五两千啊三千这样子那你觉得你这两年的对你这两年的这个实况生涯以来你觉得你很顺利还是说你有一些比较让你沮丧啊比较难过的时刻其实最一开始就是家人会反对他反对因为那个时候是柜姐嘛对我是专柜坐一坐然后想要休息然后就在家宅了一两个月之后然后朋友叫我去我才去做所以中间其实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你要开实况我不知道就是误打误撞那怎么跟家人沟通嗯，其实也没什么沟通啊，因为我就是比较认识，就是我想做事，我就会去做。然后就是刚开始就是会被妈妈，就像刚开始他们有时候实况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妈可能会突然进来，骂或者有时候最初期的时候切水果给你吃，现在是送水果，哦、水果以前是进来骂，以前进来骂那不很尴尬、啊，很尴尬、啊，那我就很不爽啊。你妈骂你什么啊？她就是觉得我在做什么色情视讯。如果是那天旗袍冲进来，可能没有没有后来已经我妈都已经看习惯，因为有时候我可能穿这种皮卡丘装，或者穿什么古代装、哦，然后在客厅走来走去，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假设你现在全裸在家走来走去，你妈也习以为常。啊，辛苦了，衣服要多穿一点，这样。没有，像洗完澡的时候都是吹头发，就没穿衣服。然后有时候我妈进来的时候，她就會说、嗯：“你现在是不是在？你现在是不是在开台？你真的太夸张了，什么之类的。”就是她会以为我可以教。伯母怎么开台啦？就是在你哎，我妈有一次就是，怎么了？怎么？你妈有一次怎么样？因为她在家里是不喜欢穿衣服，然后有一次，所以我不小心就入镜啊。可是她有穿内衣啦。哦，但是也是有點。然后聊天室很贱，他们说以为是什么叔叔还是什么之类的。哎，你妈知道吗？你妈知道吗？哎、欸，他知道。那他们大崩溃，说女儿。因为我以前视讯镜头是这样照下来的，后面就是。我的后面是门，然后所以妈妈如果这样进来的话会看到。哇，所以你没有考虑过，因为很多实况组也会因为这样子跟家人可能一来造成家人的困扰，或者家人造成他的困扰、嗯。很多实况组即便是北部人还是搬出去，你没有考虑要搬出去、哦。没有。所以其实你跟家人这块已经是，就你妈也很 enjoy 被大家看。没有，就只有那一次而已、啊。各位 Mita 的观众。跟米粉，哎、欸，你怎么称呼你的粉丝的？就叫会没有啊，没有特别取一个哦，所以是跟妈妈沟通。那爸爸呢？我爸爸生病哦，生病，所以就是妈妈的部分就比较 OK 这样子，嗯、那也是蛮酷的。那这边接下来问下一题，就是 Mita 在，因为现在这是你的正职了嘛，嗯，而且你也没有经纪公司，所以你都要尽量。我看你的粉丝也有特别写说你是亲力亲为嘛，包括一些工商的接洽都是你自己在处理。那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比较好玩啊，或者比较糗的一些游戏工商或者是一些实体工商的经验？工商其实蛮多的、欸，可是其实就是有时候其实像之前，因为我现在工商都会跟他们讲说，嗯。哎、欸，这样会不会影响工商啊？反正不是我的工商，没有啦。你可以先讲委婉一点，没，你先讲委婉一点啊！我如果觉得事态严重，我打断你，好不好？哦、好，你会跟米粉怎么讲？就是我会叫他们可能去下载或玩就好，哦、这很正常啊。但是不要花钱，因为不是有干爹，他们是花很夸张的那种、哦。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拿那些钱来抖内我，然后你去花在游戏上、哦，你不觉得你很奇怪吗？对对对对对，你这个说法跟我认识一个很熟叫徐君桥的人完全一模一样。对啊，这还蛮正常的啦，这还蛮正常的。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厂商也都会，很多厂商也都会说，都要标榜他的游戏是不需要花很多钱。嗯，而且其实。哎、欸，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你刚刚说不要花抖内你，你刚刚说抖内你，不要花钱抖内你，只要下载就好。
对，就是下的就。那他们有很听话吗？还是就是很叛逆，就硬要出到 V 十五给你看？我就是不懂那你，我就是 V 十五这样子，很崩溃。没有，是还好。也还好，所以他们就是还蛮乖的，会。就我不需要他们对，就是花太多。那有没有工商有些什么突发状况让你很慌张或是很糗的？有这种过吗？也还好。也还好，顶多就是我比较常就是迟，可能会迟到。哦，你这个很有名，我有听说。大家都。没有啦，没有，因为你知道今天，你知道今天，因为我要做访谈嘛，那我现在访谈会习惯跟受访来宾跟他要一些履历啊，然后因为今天已经要访了，迟到今天中午，然后不是，哎、欸，我今天才知道今天要录，所以是他们没跟你讲是不是？他们不是正常都会就是前一天会说，哎、欸，米塔明天要录，哦，他进来了，他进来了，我们导播起来了，没事，没事，没有啦，他是意思是说应该要提醒你啦。通常啦，其實但是對因为我什么东西都自己用，對對對就是很對對對有时候会比较忙。好，其实我个性有点拖，就是有点。我知道全世界的人都这样，大部分人都这样，就是 deadline 前才开始，死线前才开始做事情。不过这也是没有经纪公司的关系，如果有经纪公司，经纪人就帮你，对，会一直 push 你嘛。就算你真的都消失，他可能会在你楼一直用，一直对你在你家楼下堵你。所以你说真的有那种忘记时间的，或者是有出现過？今天就差点。你知道我今天已经做好，因为我今天才从韩国回来，然后我今天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说要跟大家道歉，然后今天就开全场。哎呀，真的还好，我今天有，而且我今天起来的时候，因为我是叫，就是我说我设闹钟两点起来，然后我一看讯，我想说，嗯，奇怪，什么叫晚上六点半见？我说，靠，没事，今天。所以你的生活也是有点也蛮无忧无虑的嘛，就是因为我就是只有这个实况这个，所以。所以没有，就是没有，所以大部分都是那种有的时候不小心拖到，差一点拖到实况时间。会，这有的时候也是比较不好，其实真的不好啊。真的不好。对，对不起。原本我以前也是很瞧不起这种的，后来我最近也干了这种事情。最近我在玩人龙嘛，然后玩到一半是上礼拜的事情，我就不讲是哪款工商，玩到一半啊，然后玩到一半厂商就在聊天室说。九面十点半咯，我突然发现啊，因为我今天那个礼拜就连续三天工伤了，然后已经有点忘记这件事情，想说，因为你会心想说，哦，今天连续工伤这么多天，应该没有了吧？对啊，然后发现有，然后因为我也没有经纪约，所以也都是要自己处理，然后就整个跳起来，真的会蛮慌的。对啊，然后现场开始在那边看 email 啊，对，就是看 email。很久，反正大家这个多多包涵。那聊到刚刚一半啦，就是你在生日当中放了，所以你说第一段是我在 YouTube 看得到，第二段 YouTube 没有吗？我放在 Twitch， 可是那个是比较有点搞笑的。第二段是怎样？有穿衣服吗？不是，因为我就是不太有啦，有啦，因为我觉得我比较不适合跳可爱风格的舞，然后我就觉得跳起来很智障，对啊，然后还是跳了。对，就是为了你们。是跳他们是跳什么样的舞啊？哎、欸，那个那时候叫什么 ？Twice 的。哦，那很可爱 ，Twice 的舞应该很可爱。不太适合。可是 Twice 一个人 solo 会不会有点小尴尬、啊？我的影片都一个人啊，对啊。哦，对啦，其实我有也没之前有想过要找。哦，没有啦，没有啦。之前有想过要找别的女生，可是这实况好像我觉得蛮难的耶，蛮少人会跳舞。就是又回到前面讲的，就是虽然可能是朋友，但是还是有那个竞争的心态在，就是除非很熟女生嘛，要蛮熟的。哎、欸，我也是今年才交到比较多的实况的朋友，就是 LAN Party 那几个，就是那一天才，我那天才交到的。对，因为在那之前你是边缘人，我就不太。对啊，因为你好像也不会去什么，因为我个性就是比较。还是其实都有约，但是你都晃点人家。没有。就是哎、欸，是今天啊、喔，我要睡觉、喔。哎、欸，我真的有这样过。真的啊，是实况某实况屋约你去这样。不是啊，就是不想朋友约的啦。哦，朋友约那还好啦，我是蛮习惯，我要跟在聊天室的男观众讲，正妹都这样。习惯就好，就是你可能跟女生有约，就是你才刚出门，你就跟她说我到咯，这样她才会开始。哎、欸，对，这样比较紧张一点。对，不然我就会慢慢摸。哎、欸，对，或是前一天就跟她说你到了，这样可能
可能刚好准时，可能刚好准时、嗯。对对对，所以来到跳，因为我看到的是第一段是跳比较 sexy 的女舞、嗯，是比较偏 jazz 一点的，对不对？嗯、所以你以前是有热舞的热舞社的底子。我是从小就学舞蹈了，从小就学舞蹈的，从国小学的是古典芭蕾那种。哦，对对对对对。哇，所以你可以现场拉筋啊，干嘛？我现在老了没办法。现在老了，所以小时候可以。吧，我现在就是那时候录那影片，就是跳完就是跟喘跟狗一样，超恐怖的。喘跟狗。这体力，因为这宅在家玩电脑不可能运动啊，嗯、超累、欸。所以你小时候学了多久的芭蕾、啊？很久哎、欸，有到三年吗？不止，我一直学到高中。哇，所以你家是有我大学才没有去學。所以某个角度来说，因为其实。正常来说，如果家长要让子女学才艺，大部分只是钢琴啊，什么有的没的。哦，也学过，对，你也学过，所以其实，是你妈带你去学的吗？对啊。所以你妈其实在这个角度上面，她是很期许你成为一个 lady， 是不是？对，就是很有气质的 lady、嗯。所以你学了很久，很久。啊，后来是你自己不想学吗？还是因为课学业的关系？后来高中，因为我高中也是读相关科系，可是大学的时候就随便考。你高中表示你高中念的是类似表演的？华冈艺校。华冈艺校，你是华冈艺校的，哇！所以什么表演课你都有上过，嗯。哦，所以有古典的底子在，要转去这个hip hop 就很快，嗯。所以你未来还会考虑在？就是可能每年啊，或者每半年出一个跳舞的片给大家看。哦，会啊，我最近也有学，可是我没有时间录。哦，有学没事，所以你自己会去上课这样子。对，就是、哦、因为他们还蛮喜欢看的。就是你刚什么表情？你刚是想翻白眼吗？没有。所以你没有是被拍到？你应该有被拍到，特写你哦，刚刚就在特写你啊、哦。特写是。对啊，所以你自己没有很 enjoy 跳舞这件事情。有啊，也还 OK，、嗯、但是还会有点。因为现在没什么时间。没什么时间、嗯，都在睡觉嘛。嗯。哦，对，没有，对，差不多。你知道我，因为最近冬天很冷啊，然后我觉得要跟观众呼吁一件事情，就是尤其是冬天，冬至要到了嘛，嗯，就是我觉得啊，各位观众要好好珍惜跟你们喜欢实况组相处的这些时间，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对，哦，对，是冬天可以睡很久。对啊，每个实况组你敲他们没有个下午三点以后是不会回的，对，每个都很晚起来。那我来问下一题哦，下一题可能。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回答，但我个人很想知道，我觉得很多观众也想知道，嗯，因为你这个是去年吗？还是前年？你跟小安曾经，嗯，是，嗯嗯，这个对外说法怎么说呢？嗯，好朋友，不错的好，曾经哦，对，你跟小安曾经是有关系过吗？有，对对对，那你知道小安就是前几个月有爆出这个，哦、两件。两其实算两次，哎，人妖事件是人妖，还有吗？还有就人妖事件不是吗？还有，有两次哦，有两次。那你对小安爆出这个事情，你作为一个前女性红粉知己，嗯，你有没有你什么看法？还是你有安慰他？他有找你哭诉过这件事情吗？我好像有主动密他，你有主动密他，那他有回你吗？有，因为我现在跟他就是算好朋友，还是好朋友。他人其实真的还不错啊，真的不错、嗯。我遇过小安很多次，他这个人是。大拉拉的一个人，嗯，你是在蠢，你是在骂他吗？单纯，太单纯。所以你当初跟他是因为你也喜欢他的真就对了，不然呢？还是因为他很 carry， 所以很放心。然后我不要逼问你，那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你有密他，那你有安慰他一下，就说其实多元成家也没有什么。我有点忘记密他什么，反正就是。是提醒他小心点，不要想不开。小心点在呛虾哎，小安，给我小心点。那多注意，因为现在网络上真的太多，他很多哎，最近好多、哦。他可能是太想教了，或者怎么样，所以他还是有点，有的时候比较寂寞。你觉得？可能职业选手，我觉得大，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蛮，就没有想象中那么。所以其实，我觉得你顺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就是用这个侧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說，说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英雄联盟这么红啊，包括我前几天去韩国，我也看到韩国的职业选手有很多女粉丝、嗯。那我们外人都觉得，是不是过得很绚烂、很糜烂的生活？感觉好像是。对，那你觉得其实没有，是不是？嗯，其实我觉得也蛮辛苦，因为你已经就是二十几岁，然后你还要过那种就是每天住在一个地方，然后被控制。对，被控制，然后可能出去休假什么都很少。我觉得啊，所以如果辛苦，所以作为一个职业一线职业选手的女朋友，你是觉得其实不是
就他可能没什么时间陪伴你。对啊，可是刚好我也没什么时间。我刚好你也没什么时间。就是我因为我比较宅。所以你觉得如果是很黏的女生，她要找、那可能就没办法，就可能会出事。因为他们真的没什么时间啊。对啦对啦，所以整天都待在那个训练室。一到五嘛，而且如果不小心输了，可能还被竞价什么。对对，所以这个是蛮辛苦的。也是蛮辛苦的。那说到刚刚说到前一阵子，就是说到小安的这个人妖事件，刚好前一阵子又另外一个，对这个星啊星就玻璃星，那这事情有没有吓到你啊？就是、有，因为真的蛮扯的吧？因为你也是女实况主啊，或多或少，而且你也会唱歌，对不对？你也会在实况中唱歌。而且他自己也有来过我台啊，就是我最早之前玩蛮长，其实在就是。比较之前的时候，我都会开 RC 让观众进来唱歌，一起进来唱歌。然后他也有进来过啊，他唱歌也是就是很就是神啊，然后聊天室就刷啊，狂刷那种很神的那种。那你会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来唱歌？那个时候他还没那么红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以他就是去那边放音乐当 DJ。然后今天我给带来的是这一首啊，调音过的啊，咚咚咚咚。对对，没有啦，现在听说还在调查，搞不好是他本人唱的，没有。也没有，你觉得很难了？就是，你觉得就是 DJ， 对，就是 DJ。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就是来一个一样是女的，然后唱歌这么好听。哦，其实还好，因为我每次开 RC 的时候，其实蛮多会有女生，会有女生来，其实都还不错，因为聊天室其实比较喜欢听女生唱，有时候男因为通常都男观众，然后他们如果上来唱就会被聊天室嘴，然后女生的话不管唱的怎么样，聊天室都会你就觉得他们女生唱就好，也没有很挑这样子。对，好，也没有很挑。没有啦，如果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星星，应该是唱的蛮好听的，他那个年代应该是唱的蛮好听的。所以你当初知道这个消息，其实也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上个礼拜嘛，你有很震惊嘛？因为我甚至我知道有些实况组跟他比较好的还，当下还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然后有我的观众跟我说，在某些群讨论这件事情，还会有人愤而退群。就是崩溃啊你！你有很崩溃吗？还是你还好？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在看他的台哦，所以可是我是觉得有点就是过分，因为等于说你利用你的，因为这样是算欺骗啊。对，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讨论说，到底这构不构成诈欺？而且他已经比代打那些更夸张。代打、就是、对，他已经因为今年，我觉得今年在发生太多对对对实况界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你觉得，因为你知道以前你也是漂亮，然后也是红的女实况，你以前也会被攻击吗？因为我觉得因为这样你比较以前很常被攻击，有没有觉得这样火力比较分散了？就反而变成我们变白了。就反正你至少是老娘是真的，对 对, 對，好不好？这个我身份证拿出来是二开头的，对。二开头吧。哦，对啊，對啊，一开头是男的，你刚刚是想了一下吗？F。哦，二开头一个英文啦，一个英文。二开头女的，一开、啊、你是二开头的嘛？对啊。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你该不会也跟我一样是一开头的？二了二。一没有是有一个英文数字啦，看你哪个县市。一是男的，一是男的，二是女的。我今天才知道、欸。你今天才知道啊？帮大家科普一下哦、喔，就是相亲的时候看一下对方身份证，要二开头的哦、喔。如果是一开头的话，可能没切干净。对对对，这个要。要是有那个吗？还是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好了好了，因为今天跟你聊得蛮开心。其实你之前上访谈节目话比较少，是不是？我都是这样，就是我到一个新的环境或做新的事情，一开始我都会就是放不开，然后没办法正常，所以我会变很奇怪，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奇怪。所以你还是因为我上个礼拜访 JJ， 所以你也有一点点镜头的恐惧症吗？还是说单纯是不是怕生？对，怕，有点怕生。所以你之前包括上麦卡贝嘛，还有、就都很安静啊，就都很安静。他们就会说什么开实况的时候明明就不这样，然后在不知道在装什么装。不过我觉得你现在你今天放蛮开的，就是现在比较。比较习惯了，比较因为也是期待 Mita 可以上很多节目啊，跟大家侃侃而谈啊，甚至上一些比较有趣的节目。那下一题哦、喔，这一题是包括我查你的资料，然后包括一些比较我的朋友，然后比较熟你的，跟我提到说，其实你常常在实况当中，最近今年常常在实况当中分享一些你在感情或是爱情上的一些过去嘛。然后你有提到说，其实你曾经你年轻的时候，但现在也很年轻啦，真的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呢。这是你自己讲的，我只是转述你的话。好好好，我记得这是你自己讲的，就是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以爱情为中心的人。对，非常。所以你现在完全是，
看了实况之后，其实整个人都变了。整个都变了，就是以金钱为中心。嗯、工作。哦，工作。烦嘞、欸。工作。你知道这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吗？这题的正确 gay bye 答案是以观众为中心。哦、oh.。OK 但看得出来 Mita 是一个蛮真诚的人，他没有讲出这个很假的一个，也没有很假，就是比较官腔的答案啦。哦、那我问一下、喔，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时光当中有没有聊过，所以你说你以前啊，就是会可能很以男朋友为中心啊，嗯、或者是很以爱情为考量，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你现在想想可能是很疯狂的事情，或是很牺牲的事情？就是以前有，就是也有养过小白脸啊。啊？对。你赚钱养他？对啊。那有很帅吗？以前是有为爱情，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抵，那个要怎么讲？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所以你是柜姐那个年代吗？不是，那还要再更小的时候。哦、所以你那时候就有去打工啊？二十二哦，就打工了。然后就是可能那个男的没有钱，你要 support 他。对，然后他还跟我拿，就是开口。他很自然吗？对啊。然后我是到后来才受不了，因为我这个人很能忍，就如果那个人有缺点，我可以忍，我可以忍很久，然后忍到爆发。好棒哦！好棒，这样好棒是这样。那你有没有稍微算过你大概养他花多少？有超过10万块吗？应该不止。因为你还是学生。因为什么出去吃饭？而且我是那种，因为他没钱，但是我们如果一群朋友出去的话，我会给他做面子，我会把钱先给他，让他付，然后让他觉得是他请客。对，哦，你做全套的耶，就是除了礼子也给，面子也给。对啊，因为他是狮子座，那时候哦，狮子座，爱面子。哎、欸，你是什么星座？双子。双子不是听说也蛮花？对啊，对啊，我之前还蛮。所以你是因为被这个男的伤害，后来会比较有放？也没有、欸，也没有。在他之前，其实就。比较奔放，不是比较也不是，就是好不敢引导你讲这个话题。我想说你可以自己讲出什么来。跟我在实况上面其实讲过，就我还蛮常、嗯，我还蛮喜欢开实况跟他们聊就是感情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是个经验算 OK。所以你是你比较老实，你不会像不会，你不会对外宣称说哦，我都没交过男朋友，但是我来教各位如何交女朋友。对，不会。所以你会就是你会直接讲说，其实你交过蛮多任。对，然后我会把就是我的缺点啊或什么都讲出来，因为这样比较好，大家比较好参考跟就是真的有很实际的一些对实际的事情拿出来讲、嗯。那你觉得你有跟就是你已经分享过，然后你觉得比较劲爆的事情，可以再跟我们聊一下，因为可能很多人之前没有 follow 到。哦，就是他可能很多观众都会觉得就是，可能都问说有没有劈过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就说有啊。然后有些聊天室就会有认真磨人在狂骂，就是你是婊子的，啥啥啥啥之类。然后还有因为这样去私讯我的 MOD 耶、欸，私讯你 MOD 是在干嘛啦？啊、就骚扰他，就是说什么 Mita 怎么会劈人家腿，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很他就是非常认，也因为这样子他退订嘛，那个人原本有订阅是不是？他可能是爱情上到感情上有洁癖，对，有可能受伤。然后因为我可能。我用我的方式讲出来，可能又比较嬉皮笑脸一点。他可能觉得你这人怎么可以，就是他可能觉得。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啊，就劈腿嘛？哎呦，什么嘛？你当时这个样子是不是？类似。因为我觉得我敢承认啊，就是过去的，而且这是年轻，因为大家。你觉得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劈过，都有，只是没有讲。嗯，尤其是你那么漂亮，就是身材也很好，那么漂亮，其实可能机会比较多。嘛，可能吧。所以你那个时候就讲劈腿，你有讲到很具体，说就是可能圣诞节还要上午一班，中午一班，下午一班。哦，没有，我的劈腿不是那种同时都喜欢的那种。你是无缝接轨是不是？有过。有过无缝接轨。嗯。可是我劈腿不是像有些像你们说的什么，可能说早上我跟这个，晚上跟这个，我不是那种。嗯、没有到那种很精彩。我是可能。对这个淡了，然后爱上另外一个，可是我不会马上跟这个分手。哎，那是不是无缝接轨？那就是无缝，就是到严格讲，就是道德出轨啦，没有到肉体上的、那个。对。那其实还好啦，我觉得还好，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这样。我也常常想着波多野结衣啊。哦，微微，你要说什么？我没那么笨，我不会讲。你自己爆。我不要，这又不是换成我来访问。对啊，我不要，我就要。所以其实，在这个角度上，你也觉得这样算劈腿，但其实可能某些人觉得这样算。但有些女生觉得你还好啊，反正我就只是我有跟你分喽这样子。
但你觉得这样算？你就没有是没有分手？哦，没有分手，没有分手，先确定下，只是不爱这个。哦，那真的算，那就是劈腿啊？那真的算了，真的算劈腿，那真的是，所以你是还是要讲劈腿不好啊？真的不好，对，真的不好，真的不好。那你现在会考虑吗？假设我现在不改，现在完全不改，我现在超乖的。你现在有很喜欢的男生吗？我说不是说现实哦，我是说偶像。就是你可能会看电影。华晨宇，华晨宇是谁啊？花花，完蛋了，是谁？你不知道是谁？看滑板鞋那个、啊。你很喜欢他？你是说唱改编版的那一个？改编版的，不然你以为是你的原唱，是不是？你还说你还喜欢？我想说你喜欢呆呆的那种，是不是？哦，你就是脸白白帅帅的，然后戴一个斗篷在那边唱歌。对，我觉得很帅，因为我心上有才华的。哦，有才华，所以这种类型的很会唱。你居然会以为我是喜欢？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想说你可能。很特别啊，对啊，就是原版的也蛮可爱的啊。就我忘记长什么样子，我只记得唱歌很难听。好了，那来问下一题啊、喔，因为其实 Mita 也，你毕竟也是曾经有一些蛮性感的扮相，包括我看你的粉丝页的封面啊，还有一些旗袍的一些造型，是蛮性感的。那我认识很多这种，包括 show girl 也好，网红也好，女实况主也好，只要你曾经有过这种性感扮相的人，你或多或少就会受到一些线上的人的骚扰。那你自己有没有遇过，就是包括私讯也好，或者是实体活动也好，你有没有遇过一些粉丝的一些骚扰，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或者很傻眼？私讯的其实很多，然后干爹其实也会，干爹也会，但是其实我的做法是这样，就是如果干爹是在群里面跟我讲一些什么奇怪的话，对你直接对你，对，我会不管他是订阅或者是他有花钱，我会就是直接把他踢掉，就是我会直接回嘴他，而且其他人也会帮我一起，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没必要为了一个月五美金，对啊，对，如果是两千美就忍一下，没有开玩笑，开玩笑。那可以，但当然这样讲，可能就会那个人就会知道你在讲他。有可以举比较具体，他讲什么话让你觉得不舒服，类似什么样的話？群组的其实，不好说，不好说。那不然不要讲群组啊，私讯有没有私讯？因为私讯很多、啊。我之前因为我有一个女实况组的朋友叫小葵嘛，那只有几葵。哦，我知道。哎呦，超傻眼的，我看他 po。就是还要传什么照片给他看，就是什么第三点的照片、啊。其实像，因为我只有刚开始开台的时候，我会认真回粉丝团。之后我完全不回。有你从15年年初就15年年中就受采访的就说你不回粉丝页了吗？是吗？真假？好像是，然后匹克还是麦卡贝？哦，对，我就不回，因为他们真的太奇怪了，而且他们有些就是有一些困难。对，有一些。不是说什么，别在呛聊天室了。什么包养，我觉得包养那个还好，因为一看就知道你不、出不起钱吗？还是对，就不可能去回啊、哦，不可能去回。然后比较奇怪的是，可能拍脚趾啊，或者什么丝袜啊，请你拍那种的，叫你回他。对，要不然就是狂洗什么，就有比较变态，比较我想跟你怎么样、啊。那有没有那种就是前面都很乖演一演、哦哦、然后中间突然俩拱说这就是我的，有，就是你要干嘛？没事，你要干嘛？对不起，我刚刚太入戏，对不起，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前面很乖，然后后面突然一个暴走，有可以，可是我其实有点忘，因为有点久，因为我现在其实基本上都不回了，所以像你们这种很漂亮的女实况，你已经很习惯这件事情了。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处理很好。你是说包括了？我不会觉得，我不会让他去骚扰我，所以我觉得还好。就也不会让你在心情上受到影响，这样子。比较恐怖的是那种把你把他当朋友，然后结果他、哦、对啊，会很难过。我觉得那种比较恐怖，就是你把他认真当朋友，不是一般观众，然后就没想到他其实是个，因为其实网络上认识的人，就有时候我还蛮容易，我会依我的直觉去信任这个人，然后但是有时候相处久了之后，才会发现一个人的真面目，对，真面目，就是那种比较恐怖。我觉得那种比骚扰、变态那些都，就是你可能觉得把他当成知心的好朋友，然后他其实也是想追你的，是这样吗？还是我觉得想追你是很正常的、啊。如果是你的身边的男性友人。你觉得可能不定吧？你知道不是因为观众几乎都是年纪比我小啊，你就会觉得说他们怎么会想要就是在一起？可是跟大姐姐也没什么不好吧？好奇怪哦，因为不是男生都喜欢年轻的小妹妹嘛？又就是那種你可以对外宣称18岁啊。OK，
好了，突然不接这个话，突然不接这个话，对，所以你觉得哦，是你比较没办法接受姐弟恋，小安子就是啊，对，我也没有试过，因为那个我以前没有试过，所以只有小安是，对，但小安也没有差很多嘛，差个两三岁，可是我觉得差就差很多了哎、欸，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男生真的差很多，就想法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哦，所以你后来你现在也不太考虑姐弟恋，希望找一个。那你觉得要大你多少？20岁？不一定啊。哦，不一定。就其实相处，就要看是我现在真的要，反正要成熟就对了。对，就现在其实也不太敢交。真的吗？嗯。是因为你觉得你是实况主不敢，你就不敢交是为什么？你觉得上一段对你影响很大？就是不是是，我就自己现在没办法正常的跟一个人交往啊？你说因为实况主的关系？对，就是因为这工作，而且我又很。在乎很重视这个东西哦，你的意思是说，你可能交了一个男朋友，你会希望可以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那你现在没办法做到，是因为这样吗？还是也不是？对，就希望有正常的哦，是哦，所以因为还是很多女实况主是有男朋友的，可他们可能没，可能有人是把实况主当正业，然后又可以同时交又很好的吗？好像没有，我不能。啊、哦，你不能说、啊。我想一下。哎，好不好？我知道的是你没有、哎。就是这段感情好不好，只有这两个人知道、欸。我觉得，甚至其中一个人觉得好，另外一个人觉得不。对啊，因为而且我觉得这样男生要包容太多东西、哦。对啦，对啦。就是你可能要忍受你女朋友，就是可能会被一堆男生，可能被一堆男生包围着啊、嗯，或者是什么，然后你又没有公开，那男的不是会覺得？那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解法？就是你有考虑过你的男朋友未来的对象是另外一个男实况主，这样他应该很了解。你说什么？再说一次。就是什么？认真。我刚刚在，不过我刚刚在看那看我的画面，然后你画进来之后我就好了。我是说，就是你说如果不能了解你的工作，那假设你另外一半也是一个实况主，例如动哥啊之类的。哦哦、嗯，有考虑过吗？有考虑。有你有考虑过？你有考虑过？没有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好了。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问到这一题哦、喔啊。你刚问什么？就是我说，没有。其实这一题最开始是讲、哦、考虑，如果男实况、啊，如果就是同一个工作，他很了解你，或者是他可能是幕后的人，他是实况圈的，嗯、他是幕后的，哦、那可能就可能会比较有机会了，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如果是圈外，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难，真的去体谅。我觉得真的很，就是可能都会说什么啊，没关系啊，什么之类，我可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可能谁可以啊？你换个角度，你把我角色换成那男的，我也会不开心啊，因为吃醋嘛，一定会吃醋啊。也是啦，也是，對啊、就是可能抖内，然后会讲一些很关怀你的话，对啊，男生会一直懂那讲、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点其实Mita蛮贴心的，就是你有特地去为不管未来的对象是谁，你有特地的去想到这一块、嗯。那我来问下一题哦，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观众问过你或是好奇的，因为你知道16年快过了嘛，那16年算是台湾实况经济强人大战的一年，就很多经纪公司啊，那你一定也、哦、对，我就你也不用讲了，那你一定很多家也跟你谈过、嗯。那目前为止你没有经纪约嘛？那假使未来啊，你要签一个经纪约的话。你觉得那个公司要带给你什么，你才可能比较愿意签？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是，可能是我觉得现在的经纪约对刚起步的实况组比较有帮助，曝光或什么。但是我们像我们都是就是以前自己过来 的，对，以前自己过来的，其实就我反而会不太习惯有人管你。对，或者是比如说变成说我的东西都要给另外一个人接洽，我只是一个员工的感觉。我觉得有点没办法调试过来。哦，所以你有去预想那个状况，然后那个有，就是。那如果经纪公司今天假设开一些条件，就是虽然如果真的很不错的，真的很不错，你觉得什么条件你会接受？例如帮你拍两支电影啊，帮你出3张专辑啊，可能会帮之类的，你有没有想过？因为经纪公司就是要做这种事情嘛，把饼做大嘛，把你的 branding 包装，对，包装。所以你有没有想过，经纪公司如果今天把你包装成什么样类型的？不只是实况组，可能开始往艺人走了，你会比较愿意？有想过？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看电影啊，觉得哦，我来演这个，你不会想走艺人、欸，你不会想走艺人，你觉得你就是纯实况？我觉得实况是让我可以，就是真的开心，因为艺人其实，你要爆料，要爆料，还是不要讲好啊？你觉得贵圈也蛮
你觉得节奏不是你想要的，就是可能风气不是你，而且我已经过那种就是从小女生都很想当艺人啊，干嘛之类的，对对对，你已经过了那个年纪，实况就很幸福了。那来这个正式的问题的最后一题哦，就是扣除，因为你现在算是一个蛮成功的实况主，不管是从观众数量也好，粉丝的粘着度，还有工商的案量也好，我觉得你算是很成功的一个实况主。那除了实况主之外，你觉得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梦想或什么领域你想要尝试？领域啊？对啊。其实现在你是说除了实况，除了实况或者是电玩实况，就是一样是实况，你可能想要做别的哦，会想要梦想啊，梦想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你讲什么都不会吓到我，因为我觉得实况组本身是一个很梦想的职业，就是你可以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啊，然后有工作。哦，其实我真的觉得超辛苦的，而且对，而且你做过柜姐，你应该知道这个社会正常的运作对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真的是。谢谢。梦幻般的职业，那你有没有别的梦幻般的一些？还好，如果不做实况，就是可能觉得就是结婚，就走入家庭，然后简单就好了。所以家庭可能会是你未来的一个，就是好的家庭也可能是你未来的一个目标。好的家庭，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正式访纲就都是前面都是我你的访纲，然后跟 Mita 的一个比较正式的访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一 part 是快问快答时间，我准备多很多小问题要问你，那这些题目是你不知道的，但也没有很尴尬的吧，应该没有，然后你要快速回答，那如果没有快速回答出来也不会怎么样，就被我呛一下好好，因为我怎么可能真的打你啊或干嘛的，对对对，好，来喽来喽，预备，等一下，什么哎，有啊，对对对，有那个有一个破口，我们来先看一下一个前导影片，来快问快答。好，请问第一次牵手的地点？等一下，我这个人就是需要想，是谁？牵手还好，我不记得。好，不记得了。好，最爱吃的食物。火锅。最喜欢的男明星，华晨宇。最近看的电影，没有，最近没看电影。初吻是几岁？15吧。15岁。今天几点起床？2点。2点，下午2点。最喜欢哪一个星座？牡羊。所以喜欢凶的，对不对？因为我跟牡羊都在一起最久。哦，在一起最久。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抒压？听音乐，老少配跟这不是一样吗？你刚刚前面已经回答过，你不太现在不太考虑姐弟恋，这个跳过。最想去的旅游地点，现在是日本。如果到无人岛上只能带一个化妆品，你会带什么？化妆品，口红吧。口红好。三个演艺人员选一个啊，彭于晏、黄晓明跟童神选一个，三选一。童神。啊，童神好，很好。恐怖片跟音乐剧会选喜欢哪一个？恐怖。好，男生有肌肉的话，腹肌跟胸肌选一个。腹好，腹肌。哦，这个很猛哦，可以接受一夜情吗？现在不行。选一个英雄联盟的角色。这样不代表以前可以。我就不问了，掉出来了哦。选一个英雄联盟的角色交往，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应该塔里克、盖伦，选个 EZ 好了。好 ，EZ 蛮帅的。蝙蝠侠跟超人喜欢谁？蝙蝠侠。好，蝙蝠侠。下一题是数学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问你。3×8+725是多少？8×3=724+725+725+24=749。哎呦，不错哦，749。你可以在很远的未来可以接受跟粉丝谈恋爱吗？可以。喜欢牛排还是寿司？牛排。洗澡的时候会唱歌吗？偶尔。常洗澡吗？常。最满意的身体部位？眼睛。最后一题哦，请问假设你素颜邋遢买便当遇到粉丝的话，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他给你打招呼了，你弟就要跟他說，就还是跟他说嗨啊，好，就跟他说嗯，我还是会打招呼，你不会否认就说，不会，其实我是另外一个女死胖子，你要我是凤梨妹，没有，又前年跟凤梨妹在一起去韩国，那好了，今天的访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再次的谢谢米塔能够花这样子一个小时跟我们聊天，而且其实聊了蛮多，包括感情啊，包括在实况的一些看法，也希望米塔在接下来，反正你会继续当实况主好一阵子嘛，至少17年。对，不会突然隐退嘛？不会突然被踢爆什么东西？如果突然隐退，应该就是结婚了。哦，也好了，那也是祝福你了。好了，希望 Mita 的这个在17年的这个实况的事业能够越来越顺心了。那我们再次跟大家讲，我们实体的这种访谈的 Star 九件事呢，是一个月一次的，所以下次大概是1月11号。谢谢。对，然后我们要来预告一下，明天线上的九面九件事也有哦。明天的线上的九面九件事是晚上10点，在我的频道为各位专访的是这一个退取的扳手吉祥，会跟吉祥聊一些一些内幕啊，一些八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那么这次再次谢谢 Mita， 谢谢你，谢谢。我们就下次礼拜四同一时间也有 Star Show 的这个节目，我们就下次礼拜四同一时间晚上7点准时见咯，晚安，拜拜。拜拜。华山派的那个，中毒酒草，它在我身上舔舔的。对。